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各位观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真欢迎大家拨时间来收看空中主日的节目，由我罗俊义牧师来为大家讲路加福音书。今天要跟我们三个分享的圣经节是路加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咱在这段圣经节的中间有看见耶稣讲起所谓的福气和灾厄。在这段圣经的中间，咱同时阵嘛会当看见真类似的讲法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不过马太福音书伊在讲的，是在讲起关系北福安尼真济信耶稣的人，拢真清楚捌听过所谓的北福有八种的福气。但是伫路加福音书，伊毋是讲八种的福气，伊是讲四种的福气，另外有四种的灾祸。耶稣将这灾祸甲福气是相对照来伫讲起。耶稣伫讲起的头一项的福气，伊是讲送香的人有福气。马太福音书是讲心内送香。路加福音书伊无讲心内送香，伊敢直接就是讲送香的人有福气。是安怎送香会有福气？我相信咱无一个人爱家己送香，送香是真艰苦的，送香会递交生活真困难。什么种人会递交送香？那咱得看咱的社会真紧递交送香。一个上基本的原因，就是伊拢无什么种的才调，伊无什么种的才能，无受过真悬的教育，或者是讲伊无真济知识才物，伊是一个真平凡、真普通啊，这种的人，伊需要靠努力，才有法度来维持伊的生活。耶稣讲，这种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安尼，甲咱的社会的标准，甲咱今仔日的社会经验有真大的差距。路加福音书是安怎的讲？这种的人是有福气。伊在写讲，耶稣是讲送香的人有福气。路加在讲的送香，甲马太福音书在讲的心内送香是完全无同款。路加在讲的送香是确确实实。在讲起一个人，伊的生活真困难，伊的物质生活真欠缺，真正的送香。咱在这个社会是安尼，送香的人伫伊的社会地位是真低，真紧被看轻，真紧被人甲伊疏忽，真紧就被忘记的。佫较侪的情形发生是送香人真紧。红欺负，红压迫。啊，咱会当看出讲，耶稣讲送香的人有福气，一定是有原因，是安怎？因为这种的人，伊会真清楚一项，伊无甚物通挖去，伊唯一会当去，就是有一日当人甲伊讲，上帝是你的挖去。上帝是你的帮站，这种的人真紧听会入耳，因为伊无甚物通靠。今仔日老人甲伊讲，上帝是伊的瓦壳的时，伊真紧接受，因为这个世间伊无通所靠，伊唯一会当瓦壳，就是人甲伊讲，上帝是你的瓦壳。所以这种的人真紧接受。人在给他介绍上帝所赐伊的福音，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会当得到瓦壳。啊，相对的，路加福音书在讲起
什么种人上不爱接受福音的，就是遐好恶的人。所以伫路加福音书，伊接的就是伫第24章，伊伫遐讲什么？伊讲好恶的人有灾厄。哦，安尼这是真相对立的讲法。伊讲信仰的人有福气，好恶的人有灾厄。啥物好恶的人会有灾厄？因为好恶的人上紧表现的一项是啥物？骄傲。好恶人伊真爱挖靠钱，伊感觉钱就是生命的挖靠，所以你要甲伊传福音是非常困难。伊感觉迄无公用，袂当起来买物件，袂当起来做伊所爱做的代志，安尼即个有真大的落差，所以好恶人常常会带一种的态度，伊感觉钱就是上好的挖客。咱的社会就是安尼，咱若看台湾的话真趣味，伊讲有钱使鬼地下无，有钱使鬼地下无。安尼有钱，有时阵在表现的是物，人亲像神明共款。咱捌搁听见单位讲的第二句话，讲有钱化水地坚冻。有钱破水地坚冻，有影哦。意思就是讲，有钱使鬼的下无，有钱破水的坚冻。什么叫做破水的坚冻？安尼我会记得，细汉的时，厝里无冰箱，嘛无毋捌看过冰箱。我有一日去读册，学校老师甲阮讲，即马对德国有来迄种溜冰团啊，溜冰团，讲迄个出冰的，阮大老师讲，啊，台湾也无落雪，也无结冰，要怎溜冰？伊讲伫高雄的体育馆，哦，底下有人在溜冰，安尼表演。阮大家讲后迄个代志，哦，学生下课了，骑脚踏车，冲去体育馆看卖，有影，伊在水转转的结冰。个迄搭真济真济钱，讲有钱人有法度做这个代志。咱单话也阁有一句话讲，有钱讲话会红声。哦，这咱拢定听过。讲有钱使鬼的下无，有钱的人讲话大声，有钱破水地坚冻。安尼这种的人，你伫伊身躯顶定定看到啥物？伊有所挖苦。一个人若感觉家己有通挖苦，伊就袂去想着要挖苦上帝。送香的人有福气。路加对保罗达四个去传福音，伊会去看到啥物？看到真侪当时的社会受束缚，遐真送香的人，伊特别记得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讲到心内送向，心内送向，伊袂当挖去家己的财条，伊无法度通挖去金钱，伊无法度挖去实力，伊拢总无，所以伊毋是一个心内送向，伊是无钱，伊是善恰，地高伊家己真自卑。今仔日你甲伊讲，上帝找耶稣来到世间。耶稣就是咱生命上好的瓦壳，送香的人真肯听入耳。其实咱也去那边，即个基督教宣教的历史，伫台湾早期的社会就是安尼。大声来接受福音的，拢是台湾当时社会遐上破相的人。因听到即个宣教师伫间介绍耶稣了后，因真紧就接受着，但是。对基督教的福音上反对的，拢是当时社会上有阶层的人，啊，这都是一个真大的差距。佮另外一方面，咱得真注意。虽然圣经在讲是讲送香佮好恶，啊，这种的送香佮好恶，伊也有在表达，除了是金钱物质以外，还佮在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甚物？就是财调。咱的才调，譬如讲读册读真高，
或者是讲咱的手头有真济技术、真济才艺，人会当通过才艺累积真济钱，人会当通过伊所受的教育的悬，伊会当通过即种的知识财物的丰富来赚真济钱。即种的人，特别咱伫看，即个有受过真悬教育的人，有时阵伊的心内会去拜贴上帝会惊耶稣真多伊的救主。所以咱会当看出讲，受过哪悬的教育的人，你要甲伊传福音，哪无容易？原因嘛是伫即个所在。所以伊在讲，送香的人有福气。其实就是在讲，只爱看家己真卑微，看家己达项拢无的人，这种的人就是有福气的人。罗加这个度假记载耶稣在讲的福气的第二项，就是妖恶的人有福气。什么种人会妖恶？妖恶其实是宋香的另外一个代名词，是安怎讲？因为宋香，所以不时地吃早餐，不知道中道要对地拿到，吃饱中道不知道暗顿要对地来。宋香的人若是善家呢，伊的妖恶常常是对伫宋香的后壁面，对人的生存性命是一个真大的威胁。所以咱会当通知妖恶会予人去想到的是甚物，伊的期待会当得到帮助。咱若看早期台湾的社会乞食，拢四界在当分什么？分食物，所以叫乞食。乞食伫早期的社会，毋是在分钱，是在分食物，因为伊妖恶。耶稣讲，妖恶的人有福气，这一定是有原因，因为人伫妖恶，人才会去想到什么？伊爱挖苦帮助。以色列民族伫出埃及到伫旷野40年久，伫旷野伫漂流，所以旧约的申命记的度者有记一句真要紧的话，伊讲人以色列人，因为伫旷野40年，妖恶嘴大的经验，引起经验是咪？我靠上帝话。来经过迄个无通食、无通啉的旷野的时代，所以《申命记》伫第八章第三节就写出一句真出名的话，嘛是耶稣捌用过。伊讲：人的活唔但是活靠饼，犹阁是活靠上帝所出一切的话。上帝话真多人。去抵抗妖恶一个上大的困难，这让我想起1950年韩国发生战争，北韩和南韩在大战的时阵，北韩的部队打入南韩，但是在那个战争的中间，在北韩有真多几啊百万的老百姓，安尼为着要躲闪共产党这种。的政权啊，几百万的人一入南韩，虽然战争真激烈，大家嘛拼命在躲闪，走入来到伫南韩的北平底下来，在请求保护。南韩的部队一直退，北韩的百姓嘛一直入啊，大家拢一去对，一去教会所在，去礼拜堂找求帮助。即个南韩的基督徒提供真济食物。予北韩的人去底下来三甲分食，但是咱在食物真紧就用了去，几百万的人对当时几十万的信徒要来支持几百万，那是真困难。大家伫妖恶的中间，因就想起圣经的话，伊讲妖恶，咱只有最后一步，因为实在是无物件。所以咱干来当找求一项上帝的帮助，所以南韩的基督徒就召集北韩的老百姓，因逐日聚集伫礼拜堂的所在，因跪伫迄个所在，用祈祷、用禁食来度过迄个战争的时代。
1951年韩战开始到1953年韩战结束，韩战开始半年的中间，实在是无物件通食，大家人腰酸，有的人三日才食到一点点啊物件，饼或者是暗糜，有的真侪人在靠啉水来得支持。伫迄个上艰苦的时间，因就是用祈祷、用读圣经，伫啊来得分享来三经。这个三经伫腰骨中间，因为圣经的话，分度过迄个上苦难的时期。战争半年后，当联合国通过要将南韩的战争看作是一个联合国所关心的战争，就因为安尼，大量的救援的物资就一直停，伫半年后一直未到伫南韩的所在。半年后的战争就局势改变，即个援助的物资拢去到伫南韩，即个百姓就对遥远的中间来脱离。这是韩国的教会成长的一个背景，所以就对遥远得到福气。这是罕见一个真重要，造成韩国教会今仔日大兴旺的一个真重要历史的故事。相对的，伊在讲巴族的人有灾厄。头一句讲遥远的人有福气，后壁句伊讲今仔日巴族的人有灾厄。什么时阵人巴族会带来灾厄？是因为巴族常常予咱怎样？巴族常常予咱会造成浪费。浪费是安怎叫做灾厄？浪费其实就是在藐视上帝的赏赐。咱达看今仔日，咱有真侪人是生活甲非常浪费。咱来看今仔日，真侪人在讲台湾景气非常歹，非常歹。我真爱提醒大家，小可想看卖，1950年代拄拄韩国在发生战争，迄个年代的台湾，安尼就是所谓民国39年、40年、40年代，民国40年代就1950年代。台湾的社会物资真欠缺，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观众朋友，甲我有即个共同的经验。细汉的时穿的衫是迄落面粉袋仔在做，哦，无迄落在讲穿甲两领内裤，哦，穿一领内裤，佮穿一领外裤，迄得有够讨债咯。哪有遐富裕，真侪散赤。但是咱的散赤，你啊看咱在食物件，无剩。拢一直扣，一直扣，食甲空空空。但是咱今仔毋是，咱今仔是食甲浪费到会讨债，鼻甲无下味，淡掉；补一嘴袂介意，淡掉；有诶敢若看袂爱食，淡掉。这是今仔日即种诶浪费，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伫表示上帝赏赐诶恩典，所以。当人在表示上帝赏赐恩典的时阵，一个就是一个灾厄的开始啊！这就是咱爱真注意的所在。所以咱在看今仔日伫台湾，这天然灾害一直在发生，其实其中的一项是甲咱的浪费生活环境这物资是有密切关系。耶稣在讲的第三项的福气是讲哀哭的人有福气。伊第三项在讲起，人伫哀哭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欢喜笑。什么时阵人会哀哭？心内艰苦。什么时阵这种的艰苦会得到上帝祝福？咱在耶稣伫讲这的话，是伫差遣学生出去传福音的背景来伫讲。所以在讲宋乡，伊在讲姚哥，为着传福音，地到宋乡，为着传上帝国的福音，地到姚哥，为着传上帝国的福音，你有伤心流目屎，才会未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是安怎？
讲传福音会滴到哀哭、流目屎，安尼上紧出现的情形，就是啥物？就是去互侮辱，去互拒绝。啊，你真爱这个人来信耶稣，你真爱这个人听到上帝国的福音，我就常听到会友的见证，讲伊为着伊的亲人祈祷非常久。祈祷到流目屎，干那一项，伊唔望这个亲人会当听到福音，悔改认罪来信耶稣。我嘛捌伫教会伫举行洗礼的时阵，受洗礼人感动到流目屎，是安怎？伊伫见证的时讲，我的负责人为着我今仔日要受洗礼，替我祈祷30年。我真受感动，所以流目屎。这种的目屎，哀哭的目屎，独独地表明一个上清楚的态度：悔改和认罪。啊，是讲为着一个人的硬心，你伫遐唔甘甲艰苦到流目屎。耶稣讲，这人，你未得到欢喜，得到笑。欢喜满足，啊，相对，讲现在得笑、得欢喜的人有在的。什么时阵人会得笑、欢喜，正做一种的在的，安尼就是拒绝福音，啊，是讲藐视福音，哦，得讥笑、得讥笑，即个得传福音的人，安尼即叫做。是一个有才的一人，有一日因要哀哭，这是耶稣在讲的一个相对的现象。耶稣在讲的第四项的福气是讲什么？讲遐为着人主，为着传上帝国福音，为着见证耶稣，你会从雷骂、从侮辱，伊讲安尼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古早的先知嘛是受安尼侮辱，咱咧看早期的宣教师，无论是今年咱咧纪念马改来台湾传福音，即、這個、马改牧师来台湾传福音啊，过身100周年，咱去咧谈马改牧师的传记的时阵，会去读到伊在写，伊讲在传福音，伫罗州，伫孟加。啊，真济所在去用破西招，或者是伫南部，甘为林牧师，伊暗时伫困的时，宿舍去用点火烧，险险去用烧死。啊，这拢是什么？这拢是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拄着灾厄。但是耶稣讲什么？伊讲为着人主受雷骂、受侮辱，这种的人有福气。相对的，就是在迫害这种的福音的人，这个人真多有才的人。例如兄弟姊妹，咱在看今仔日耶稣读的这段圣经节，耶稣在讲四种的福气和四种的才的，这是定达的咱今仔日的教会和传道人在做福音的使者的人三甲来反省。咱在真细致的一项，当耶稣在讲送香的人有福气，相对的，伊在讲好业的人有灾厄时，咱在去注意，咱的教会是毋是真做一间送香的教会？咱的教会若是送香的教会，咱的教会特别骄傲。但是今有教会真济教会累积真济金钱伫教会内面。教会若累积真侪金钱，毋是好代志。信徒奉献钱予教会，就是为着要传福音。但是教会将遮个钱搭欠起来，累积起来，就表明即间教会无伫传福音。安尼，即袂成做上帝祝福的对象。同款教会若是人才真侪。无独独是教会福气，教会人才真多，应该是爱去帮助人。帮助甲教会定感觉
欠人斗做工。教会若定感觉欠人斗做工，即种的教会就是一个有愿望、有期待。但是教会若是累积真侪人，遮个人才拢无得参与伫福音的事工，即种的教会未兴旺。同款，耶稣伫讲起妖恶，啊，我头先有讲过，妖恶甲圣香是结连做伙。这种的妖恶是麦当表达伫倒位，对上帝话的渴慕，有定的期待，有的羡慕上帝话教会，或者是信徒会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相对的，一个人若是对上帝话无妖恶的心，安尼这真紧会亲像阿摩斯所讲的，讲妖甲嘴大。不是无饼，不是无水，是因为找无上帝话。若是安尼，迄就真紧会拄着搁较大的灾害。六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在读这段圣经，咱会当看见耶稣在甲咱提醒，对福音有期待、有愿望、有追求，这真多是一个祝福。上大的源头，相对的就是灾害对伫后面的滚话。毋忘这段耶稣的话，对咱每一日的生活，对咱的教会的事工是有反省甲帮助。多谢你收看这个空中主日的节目，愿上帝赐阮祝福，甲你三格地带平安。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